Hello，大家早上好。我们现在把线啥都收掉，然后准备把车，线收了，然后把车开到厂房内，然后我们就走了，就离开这儿了。垃圾丢了。今天呢，什么事情都处理完，把车往里面一停，就要告别房车一段时间了。因为房车留在厂家修理，等房车修理好了，然后我们继续接着往下走。我的房车生活呀，要告一段落了。现在我们是满电，出发，返回厂内。走喽。好像没人，他们今天放假了，连个值班的也没有吗？空调开着呢呀。阿婷，喂，啊，你在哪呀？我现在连云港这个厂家。你在修你车啊？啊。你修好了往哪走呢？修好了还不知道，要找你玩。那就直接来我这了。我这两天在出门跟不出门间徘徊，或者无限徘徊。我这修肯定还要一段时间，我打算就把车往厂家一丢，然后呢找个医院拍个片子，能把那个钢板拆了就钢板就拆了，把车开进去。就开进去啊？对。然后你的车子要修多久啊？一个月内吧。啊，要修一个月？对。那么久啊？修不了车，修不了多久，我不得做手术吗？啊？啊。给谁讲好了？哦，那你给你们里面领导都说过了，昨天不在那停着吗？说我今天开进去吗？谁说的？谁？我也不知道他姓啥，啊，我也不知道他姓啥。你联系时候是现在打电话过来？哎，那你不去你老丈人那边看一下？我等一下给你发过来，我给这边门卫说一下。哎，好的，你先说吧。好的。那个若言，若言今天打个电话出来吗？啊？打个电话出来。昨天说好的，我让我今天开进去的呀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把车已经丢在房车厂的仓库里面，然后现在准备离开了，等过一段时间全部修好，然后接着出发。对，给阿婷婷发个语音过去。阿婷刚才
发语音过来的。喂。喂喂喂，那我说，那你不去你老丈人那边去看一会儿？就是去那边，然后看一下，在如果手术能做的话，我在那边找个医院就把手术做了嘛。因为现在9个月、10个月了。有一年，秋节时分，门前花木生，隔岸赏花灯，杏子藏锦觅根，你举杯。听我道一路风尘，桂花酒相思豆，天色微凉入喉，青丝粘成雪，夜影伴随我们，琴声满一夜安枕到明晨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这边的东海县，准备来这边的这一个东海的水晶交易市场看一下，因为这边产水晶，对这个东西也挺好奇的，然后就来这边转一转。但现在已经中午的1点多了，我俩还没吃饭，所以我俩先到这边把饭吃了，然后再去那个水晶的交易市场去转。你看他们这边叫东胜金府，什么好多地方都叫什么什么金，跟关于水晶有关系的。本来说去吃那个焖锅的，刚好这边停车里这里就有一家饭店，精致徽菜，来这边吃一下，看这家店也好像也不错，应该挺精致的。好了，我俩的午餐来了，一个广东菜心，一个辣椒炒鸡蛋，然后又点了一个秋桂鱼。然后这家饭店的环境还是不错的。好了，开饭，都有点饿了。因为现在都已经中午1、2点钟了，这家这个辣椒炒鸡蛋好吃，小时候的味道。这个臭鳜鱼啊，这个味儿刚好都往我这里飘，闻起来是真的有点臭，但吃起来吧还是挺香的，没有那个臭的味道，而且这鳜鱼没有刺，所以就吃的比较好，我挺喜欢吃这种不带刺的鱼，方便。好了，吃饱喝足。外面下起雨来了，不知道那个水晶市场是露天的还是不露天的，过去看一下。如果是露天的，下雨就玩不了了，那就直接往回走了。他们这边最近是这个梅雨天气，所以老是每天都是这种看着跟雾霾很多一样的天气，没什么阳光。